听得见的话，可以回一下。OK，好的。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Christy，那就是负责 Study Group 英国项目在东区的一个招生。那么今天呢，很荣幸就是给大家在做这个线上培训的。那么因为我们最近就有这个后高考的时间，就是高考的成绩快要出来了。那么还有 A levels 的成绩呢，在8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一个 clear。然后的话呢，还有本域的成绩也会相继的出来。所以的话，今天我们的一个 focus 会在这个后高考的，然后 A levels clearing 的，还有一个呢是 foundation 的一个培训。OK，那么首先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pathway。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合作院校的一个本科预科和国际大一的简介。那么之前 Mike 有跟我讲过，就是说想硕预也介绍一下。那么我也会大概的讲一下我们硕预的一些要求。那么然后的话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升学率的概况。最后的话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所重推的学校这样子。OK，那么首先为什么要选择 pathway 呢？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学生想要冲刺更好的学校，比方说学生他在中国他发现我高考的成绩考不到一本线，那他又想去一些全球前100的学校，那有什么办法呢？他 pathway 1年的时间去过渡，然后的话呢就是去到更好的一些学校去就读这个本科。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一些年纪较小的学生，比如说读本域的学生，那他可以用这个1年或者9个月的时间呢，去适应一下当地的生活，以免说他在读本域的本科的时候，还要去兼顾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不适应啊，这样子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然后呢，就是这个语言的不足，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学术的不足。语言不足的话，就是说他雅思达不到英国的一个本科的最低要求。总分6.5，单项6.0的这一个要求。那么还有就是说，他读 pathway 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项目是可以让他比同届的同学更早1年的毕业这样子。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本域的退路，因为有些学生他读完本域不及格了，那么他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国际大一。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些16所合作的院校。基本上，我们16所的合作院校都会有这个本科预科的课程。那么可以看得到，在这个选择方面呢，从地理上来说，从最北的阿伯丁到最南的一个 Success，还有是在排名上来说排名最高的杜伦，还有一些保底的学校，我们都有衔接。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一个的学校选择。然后的话呢，本域我们对于高中生的一个要求的话呢，非常简单，高二最低要65分。那么高二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学生的高中毕业证，直接用他的在读证明和他的高二2个学期的成绩，就是可以拿到这个 unconditional offer。当然，他的成绩要达到我们的要求。那么最低65分，我们一定有学校可以接受。那么如果是高三的话呢，最低要求60分，而且我们不看高考成绩，学生可用他高三的平时成绩来申请。所以说，如果学生考完高考了，他发现自己应该是不能考到好学校了，那么他已经可以去申请了。或者是说，学生想要等到他高考成绩出来了，发现真的不行了才死心的，那到时候也是可以用他高三的成绩来申请。那么雅思的话呢，最高的要求我们可以达到总分6.0，单项5.0的这一个雅思，那么就可以去读我们2个学期6个月的一个本科预科。这个2个学期的本科预科的话呢，只有谢菲尔德有开设，其他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要9个月的时间。
那么雅思如果说学生考不出来一个正常的雅思的话呢，那么最低最低我们可以接受雅思3.5配语言班。这个3.5的话呢，因为太低了，所以他是拿不到 TOEFL 签证的，他是可以拿这一个的 STP 签证，就是学生旅游签来申请我们的 Success 的语言班。那么这个语言的话呢，它是需要回国重考雅思，还有回国就是重新签证的。但是如果说学生只要考到总分和单项，像都有4.0的话呢，它就符合了 TOEFL 签证最低的要求了。那么最后呢，就读我们本科预科的学生，升读本科的时候都不需要重新考雅思，除了利兹。利兹的话呢，因为它有本校的一个本预项目，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本预项目呢是需要重新考雅思，达到它的一个雅思要求。OK，那么看完高中以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对于 A levels 的要求。A levels 的话呢，通常来说，学生读完一年 AS，他就发现自己可能是上去 A two 是没有什么作为的，那可以直接转到我们本预来读，或者是说学生读完了 A two 以后，他才想转本预的话，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耗费时间。那么本预的话呢，最高的要求是谢菲尔德。谢菲的话呢，我们是接受32的 UPass point。其他一般来说，所有排名比较好或者不错的学校都是接受24分的 UPass point。那么保底的学校呢，就是接受12分的 UPass point。这里呢有一个表格给大家对照一下。一般来说，如果要申请谢菲的话呢，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是一些小重点的要求，我没有列出来，因为比较复杂，我就不想给大家一个太复杂的概况。就是说，32分的谢菲，它只接受 A 到 C 的一个 combination。如果说学生里面有 D 的话呢，我们可以酌情的考虑一下收不收这个学生。那么32分的概念呢，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3个 C。或者是2个 B 就已经达到了，是 AS 的成绩，2个 B 或者是3个 C 就可以进入谢菲的本预，其实不难对于学生来说。那么如果是兰卡啊或者 Surrey Success 皇家霍洛威这一类的学校的话呢，24分就是2个 C，或者是3个 D 就是可以已经有学校可以接受了。那么在本科、预科衔接专业方面呢，其实我们一般你能想到的一些专业，我们都可以有衔接的学校，就是在于是哪一个学校去衔接。比方说商科的话呢，一定是所有的合作大学都是有衔接的。那么衔接的方向，衔接的专业也会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商科方向，比方说管理呀、金融啊、经济啊、会计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商科。那么人文的话呢，也是有考古学、文学等等这一类的人文类的专业。社科的话呢，教育啊、心理学这些现在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有计算机的话呢，也有信息科技呀、AI 呀，或者是普通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专业。那么在科学方面的话呢，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些医科可以衔接，就除了生物、化学、物理还有数学以外，还有一些医科方面的专业是可以衔接到的，那么可以看得到有牙科、兽医，还有临床医学。那么在工程方面的话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工程专业。那么这里是举例，我举了一个建筑，还有一个电气工程，比较受中国学生欢迎的。还有艺术的话呢，要着重介绍一下，我们有这个传媒，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有戏剧啊、音乐，还有摄影、电影这一类的学校都有衔接。那么戏剧的话呢，通常我们会建议学生去申请皇家霍洛威，因为皇家霍洛威的一个戏剧是全英国数一数二的，真的是非常棒。那么，而且他选择的戏剧的一些方面，表演艺术吧，应该说表演艺术这方面的专业呢是非常非常多。有一些是比如说戏剧呀、话剧呀，或者剧本写剧本啊，或者是戏剧加一个外语啊等等这一类的，它都有，所以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刚刚讲到的医科呢，分别有3个学校可以衔接这一个的预科。那么谢菲呢，我们的本预是衔接临床牙医；阿伯丁的话呢是临床医学加实习，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是内科和外科医生的这一种的临床医学，加两年的实习，这个我后面会讲到。那么兽医的话呢，是萨里大学可以衔接。然后的话呢，到国际大一和国际大二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有十所大学有这个国际大一或者国际大二的一个衔接。那么，有两种的收生方式，一个呢是高三毕业就可以去就读我们的国际大一，另外一种的话呢，高三毕业了以后还要一年的 further study。那这个 further study 可以是一年的大一、一年的大专或者是一年的本院。那么雅思最低的要求呢，就是4.0，我们可以选择配语言。那么这一类的国际大一或者国际大二的课程呢，适合什么学生呢？一般来说是适合大一在读的学生，他们希望要转专业。比方说我现在在同济大学读了这个 engineering， 我觉得我不喜欢 engineering， 要出国转到商科去或者传媒去，可不可以呢？通过国际大一或者国际大二是可以的。或者是 A-levels clearing 的学生，他们发现自己考完了这个 A-levels， 不能去到自己在 UCAS 上面申请的一些好学校，那么他也没有给自己做一个保底的一个选择的话呢，那么他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国际大一。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本院成绩出来了达不到自己这个学校的升学要求的学生，那么他可以去尝试我们的国际大一。那么分我们把这个国际大一和国际大二的课程分为了两类，因为这里呢先介绍一些排名比较好而且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的一些学校。那么分别有这四个学校，阿伯丁大学、 Success、 Strathclyde 还有一个利兹。那么这四个学校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学生高三毕业了以后再有一年的 further study， 当然是有一个均分的一个要求就已经列出来了。雅思的话呢，最低要总分 5.5， 写作 5.5， 单项 4.0。 除了 Success 配语言班的 Success 是比较 flexible， 所以的话这个雅思的要求可以比较低，而且呢选择也会比较多一些，就专业方面的选择。那么这四个学校里面呢，读完了以后都不需要重新考雅思就可以升到它的，就是可以升学的。但是除了利兹的国际关系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学生重新考雅思的。然后 A-levels 的成绩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个，那么阿伯丁呢是需要72分的一个 UCAS point， 其他的三个学校都是只需要52分。本域的话呢50分到75分的一个状态可以去申请我们这些的学校。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国际大二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在阿伯丁和苏格兰，阿伯丁和 Strathclyde 他们是在苏格兰的，那苏格兰的学制是4年的。如果说学生读完这个国际大一升读的是大二的话呢，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还是要4年完成本科嘛，对吧？那么我们跟这两个学校谈下来，就是说他们读完了我们的本域，升读的是他们的大二，读完了我们的国际大二以后升读的是他们的大三，就是说他们其实国际大二就是国际大一，只是说我们把他们改了个名字，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阿伯丁和 Strathclyde 虽然他是在苏格兰的，但是他的学制我们可以变成跟英格兰是一样的，3年完成本科是这个样子。除了一个专业，就是 Strathclyde 的会计。 Strathclyde 会计呢，它本域是可以衔接的。那么本域衔接 Strathclyde 的会计的话呢，一定要从大一开始读起，因为它的一个会计专业是有机会全免 ACCA， 全免14门的 ACCA 的。所以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学生一定不能跳级，一定要把4年的本科都读完。OK， 那么这里有一个是 A2 的 UCAS point 的一个对照给大家看一下。对的，我刚刚看到全免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当然不是所有读会计的学生都可以全免，一年好像有大概5到10个名额左右吧，学生是有可能可以全免的。但是作为中国学生，其实学生的数学都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呢是非常有可能拿到这个的名额。 OK，
然后的话呢，讲完刚才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国际大一以后呢，就是剩下来六所的一个国际大一，分别是考文垂、Huddersfield、Keele、Kingston、Lincoln 还有 LGMU。 这个 Coventry 的话呢，要跟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 Coventry 的学校是在伦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Coventry University 它的一个项目是在 CEG 的，那我们跟它合作的呢是在伦敦的校区，都是这个商科为主的。那么这六个学校的话，国际大一不需要高不需要一年的 further study， 只要高三毕业就可以拿平时成绩去申请。那么这样子的话，学生其实是可以比他的同学们早一年毕业。然后的话呢，高三的均分只要60到80分，其实并不高。A levels 的话，32个 UCAS point 或者是42个 UCAS point。那我们回去看一下，36、42的话，一般就是大概两个 C 或者两个 D 左右，非常低。 OK， 那么然后本域的话呢，只要本域及格我们就可以修了。那么这个本域，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本域嘛，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在我们的合作大学下面读过本域的来升我们这个国际大一，相对来说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因为这个教学是我们的嘛，对吧？所以我们会比较有信心。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一些本域的话呢，不到40分的话，我们只能说 case by case。 如果说他已经到了40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预科的话呢，可能那个酌情处理的一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雅思要求也是最低 4.0， 因为这个是签证的最低要求， Tier 4的最低要求，所以的话必须要达到的。那么对，好处刚刚讲过了，比同届的同学可以早一年去毕业。那么这里呢，我用红色的框框框住了三个学校。那么这三个学校的话呢， Huddersfield、Keele 还有 Kingston， 他们的国际大一呢是 NQF6 的课程。所以的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NQF6 是什么，我就大概讲一下这个 NQF6 的意思。就是 Tier 4签证呢，它有分一个不同的等级，从3、4、5、6、7这几个等级都有的。那么本域呢是 NQF3 的一个等级，然后国际大一是 NQF4， 那么然后 HND 是 NQF5 的，硕士预科是 NQF6。 那么在 Tier 4的签证里面呢， NQF6 以下的课程都学生满了18岁以后不过24个月，就是说学生，比方说这个学生他读过了一年谢飞的本域，那他不能升上去谢飞，对吧？然后呢他就换到曼大的本域，然后读完了以后又不能升上去曼大的本科，那么他不是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的这个24个月可以读 NQF6 以下课程的一个时长了嘛？那他再读一个本域是没有时间的，所以的话呢他只能去选择那个 NQF level 更高的一些课程来读。那么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 NQF6 的国际大一可以给到学生去读。所以学生就算两次本域都已经升不了学的话呢，他还是可以选择我们这三个学校的国际大一，就是说他还有退路。这里有听明白吗？因为说的有点混乱，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在那个信息那边跟我讲一下。OK，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呢，刚刚讲到的林肯国际大一呢，我想再给大家着重的讲一下。一般来说我们的国际大一都是三个学期的，但是林肯的话呢，我们是有开设这个 3.5 和4个学期的一个学习程度。这一两类的课程的话呢，可以接受学生高二毕业去读这一个的林肯的国际大一，只要70分，并且这个70分是由四门主课就是加起来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应该是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可以接受。或者是高三结束的话呢，它的要求是比较低，65分就可以。A levels 的话呢，也是只需要32 UCAS point 就是可以去读到这一个的国际大一，雅思成绩也是比较低一些的。
简单来说呢，这个 3.5 和4学期的国际大一是适合一些学生他读完高二就想要出国，趁早出国的一些学生的话呢，他是可以选择 Lincoln 的这个国际大一。OK， 那么我们的所有国际大一和国际大二的衔接方向的话呢，这边有一些的参考，当然这个不说举例给大家看一下的。那么一般来说都是 focus 在商科方面的，除了某一些学校可能会有多一些的选择，像是 success 的话呢，它的选择非常多，传媒呀、电影制作啊，或者国际关系、工科、科学、商科都有。其他的学校呢，比较好排名的都是只有商科，除了利兹是比较奇怪的。利兹的话呢，我们没有商科也没有工科，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国际关系，一个是生物科学。那么国际关系的话呢，读完了以后需要重新考雅思，生物科学读完以后不需要重新考雅思，但是一定要有很好的生物背景。所以的话呢，如果学生想要申请国际大一呢，他有一年 further study 的前提下，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学生申请 success， 因为 success 是第一选择比较多，第二我们升学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的话呢，学生申请 success 一般来说是问题会最小。OK， 那么讲完了这个对于后高考 A-levels 的 clearing 还有 foundation 的一个升学要求以后呢，就给大家插句话，先讲一讲我们的硕士预科。硕士预科的话呢，我们有12所大学都可以衔接，那么我们排名最好的杜伦啊、谢菲啊、兰卡、Surrey 这一些学校呢都是有衔接硕士预科的。那么我们分两类的一个两大类的一个升学要求，申请要求，一个是本科有学位证的学生，那么我们要求是60到70分。如果说学生他考完高考了，他读完了这个本科，对吧？他发现自己不能去到一些好学校读研，但是他有学位证的话呢，只要他有60分，我们就有学校回收。如果说学生他没有学位证，只有毕业证，或者是说他是3年全日制大专毕业的学生呢，也是可以去申请我们这个硕士预科的。所以硕士预科其实是给到一些学生是，3年全日制大专毕业的，或者是没有毕业证的学生，他们来申请我们的硕预是非常多，因为这两类的学生他是不能直接申请英国的硕士的，所以一定要读一年的 pre-master 去过渡。然后的话呢，雅思也是一样，雅思其实是用来决定学生读多长的一个课程时长的，比方说如果他的雅思可以达到最高总分 6.0， 那像 5.5 的话呢，只要读两个学期的 pre-master 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两个学期的 pre-master 只有谢菲是有的。如果万一学生达不到的话呢，我们最低最低的要求是4个 4.5， 那么这个4个 4.5 的话呢，是可以匹配两个学期的语言。看一下有老师提问，澳洲3年制没有荣誉的本科申请英国硕语，这个的话呢，我们需要 case by case。如果是谢菲的话，一般要大概70到75分。对的，如果是3年没有 honor 的 ordinary degree 的话，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同的一些国家的学制成绩单都是需要评估的。谢菲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但其他学校可能就要拿到成绩单才知道了。 OK， 那么这个雅思的成绩 4.5 的话呢，是配两个学期的语言。如果说学生的单项可以考到 5.0 的话呢，就少配一个学期，配到一个学期的语言。那么其实学生配多长的语言呢，基本上来说他升读硕士的那个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学生现在考到 4.5， 那么他可以选择我们4月份或者6月份的一个语言。如果是4月份的语言的话呢，他是衔接9月份的硕士预科。如果说学生是6月份的语言的话呢，他是衔接来年1月份的硕士预科。那么就算是来年1月份的硕士预科也好，或者是他9月份的硕预也好，他升读硕士的时间都是来年的9月份。对的，这个可能比较复杂，反正 anyways 呢，就是说学生就算两个学期语言也好，
要读两个学期的硕预或者三个学期的硕预也好，它都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深读硕士的，所以这个对于他最后的一个生毕业的时间是没有影响的。唯一的影响呢，就是说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就是唯一的影响。OK， 然后的话呢，语言班读完了以后，升读硕预是需要重新考雅思的。我们有一些学校可以接受不需要重新考雅思，但是因为这个政策正在修改当中，所以说我们有新的一些 update 的话呢，我可以再给大家说。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跟学生说需要重新考雅思，给他们先做好准备。然后的话呢，硕士预科升读硕士就不需要重新考雅思了，所有学校都不需要重新考雅思。OK， 那么硕预可以衔接的方向呢，也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基本上来说跟本预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学方面呢，我们是多了一些像法医啊，或者矫形啊、修复啊这一类的专业，我们是没有 nursing 的。有很多学生可能会问到 nursing， 但是我们没有 nursing。通常要问这个 nursing 的学生呢，我都会建议他去读修复。修复的话呢，是我们 Chef Clyde 有衔接。那么工程类的话呢，当然有我们谢飞最好的一个建筑，还有谢飞和萨里最好的一个电气工程，还有就是景观设计啊，或者是石油这一些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有几个专业方向的话呢，有写着接受广泛背景，这个就是说可以接受学生转专业的。读硕士预科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学生可以读完了3年的本科，或者4年的本科和3年大专以后呢，再转专业都没有问题。像商科的话呢，很多我们的一些合作大学都是可以接受转专业，像这个谢飞这么好排名的一个学校，它有大概10个的商科专业都是可以接受转专业，比方说管理、会计、金融，或者是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这一类的，全部都可以接受。那么教育的话呢，和心理学也是可以接受不同背景的，但是当然那个可能会有一些的限制，但是还是可以接受比较广泛比较多的一些背景。然后传媒也是可以接受转专业，对的。所以说如果学生他要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要求啊，或者是他的背景比较特殊的话呢，都可以先尝试问问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学生。然后就到了这两个非常特殊的学校，一个是 Coventry University 在 London 的 campus， 另外一个呢是 Huddersfield。 那么考完锤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接受非常多大专背景的学生，比方说现在很多的2年制大专的学生，或者2年5年制的，或者5年制大专的学生，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均分大概70分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自考的本科，只要他有学位证的话呢， Coventry 都可以接受。如果说他没有学位证的话呢，可以 case by case 试一下。还有就是网络教育现在也是非常多的。那么 Coventry 的一个卖点或者是他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在伦敦，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他们都希望在伦敦上学，大城市嘛，毕竟。那么他的一个优势是在伦敦，还有就是它的排名呢，在英国其实还算 OK， 就是大概在40名左右，对，其实并不差。然后的话呢 ，Huddersfield 呢，它可以接受5年制大专的学生，其他年制的学生他都不接受了，就是大专的话。那么 Huddersfield 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学费非常便宜，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大概15万人民币左右，就可以完成他这一年的一个生活了。然后的话呢，他的硕预只有3个月，就是他9月份开课，然后读到12月份，这个是他的硕预，那么再衔接他1月份的一个硕士，对的，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可以帮他就是拿到学位的一个。说 Huddersfield 的一个世界排名是在500以后的，但是呢在北上广落户的那个名单下面呢，后面有个辅录是可以接收 Huddersfield 的学生去落户的。所以说 Huddersfield 它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呢？
第一，不想花这么多钱就想拿学位的；第二，想很快很快拿到学位的；还有就是说想落户北上广的这些学生，他们我们都可以让他们去到我们的 Huddersfield。 OK， 到这里为止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的本预国际大一硕士预科的一个情况。没有的话呢，我就讲一下我们的升学率，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升学率的问题。我们这里算的升学率的话呢，是升读到本校可以拿到升读本校 offer 的一些升学的学生。比方说我这个学生是在谢菲读本预的，那么他最后如果说他升不到谢菲，只升到了其他学校的话呢，这个不算是升学率。对的，或者是说学生他可以拿到升读谢菲的 offer， 他的成绩是足够的，但是他不要去，他要去申请 UCL 的，那么这个呢我们是算在这个升学率里面，因为毕竟他的成绩是达到的。 OK， 那么这里呢有个概况，大家可以 screenshot 一下。我们现在升学率最高的是一个 Coventry， 一个 Strathclyde， 还有Success。 这个蛮哥尼我们已经没有合作了，不好意思，我这个忘记拿走了。对，那么像排名很好的 Lancaster、Sheffield 还有 Durham 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有大概80%的一个升学率。谢菲的话呢要着重又讲一下了，他的一个升学率 82% 是本预加硕预的，那么他的硕预单单硕预的一个升学率呢是有 96%、那么工科的话呢是 100%。 因为其实我们谢菲的要求是比其他大学都要高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生源会比较好一些。 OK， 然后的话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两所重推的大学，一个是萨里大学。萨里的话呢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推过，如果有推过应该都蛮了解这个学校了，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说一下。Surrey 的话呢，这个大学是在一个叫 Guildford 的城市里面，大概离伦敦34分钟的火车，在伦敦的南部。它是一个白人富人区，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里面的学生都是白人居多。还有就是说，它的生活费会相对来说贵一些，但是它的安全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一直以来都是在英国前三个最安全最好的一个城市里面。这里其实我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video， 但是因为可能 video 呢我怕那个网速不是太好的话我就不给大家看了。但简单来说呢，我们这个 Surrey 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人在校园里面。首先它是一个校园制的学校，它是全英国第二大的校园，那么它的一个面积大概有150个足球场这么大。对的，那是算是非常非常大了。然后的话呢，它里面的学生刚刚有讲过，一般来说都是本地人，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萨里拿了很多关于皇室的奖项，那么英国人都是非常崇拜他们的皇室的，所以的话呢，只要这个大学他拿了不少关于皇室的奖项的话呢，就是皇室颁发给他的一个奖项的话呢，其实英国人都会比较崇拜这个学校，都会慕名而去读到这个学校的，因为这个学校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非常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的话呢，它大概有12000名学生左右，大概有2000呢都是中国学生。对的，所以比例不算高，就是学生还是可以融入到 Surrey 的一个校园生活，并且呢他也是可以融入到一个英国人的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也不会找不到朋友。OK，然后的话呢就是讲一下我们在萨里除了它这个学校本身的卖点以外呢，它的专业方面的一些卖点在哪里。那么萨里的一个 hospitality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大家知道这个学校应该都是因为这一个的 hospitality。 那么它的一个酒馆呢是全世界排名第四的。然后的话呢，除了酒馆，其实它的工科才是它的强项，因为萨里以前是一个工科学院。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EE 还有 GE 这两个专业的话呢，今年是超过了谢菲，排名在全英国 top
top three 的一个名。然后的话，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他又拿了一个关于皇室的奖项，叫做皇家教授水位奖。这个奖项的话呢，在电子工程这个领域，从2014几几年以来，一直都只有 Surrey 这一个大学是拿过这个奖项的，所以是非常的厉害。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 modules 分得非常的细，比方说谢飞是有17个 modules 的选择在 Double E 这个领域，那么我们的夏里的话呢是有24个选择，对的，所以在 modules 的一个分，就是分类里面呢还是比较细的。OK，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的话呢，它是排名全英国第一的。还有就是桥梁工程，那么桥梁工程的话呢其实不多学校会衔接，那么我们夏里是其中一个。然后的话呢是航天航空工程，这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嫦娥四号的小卫星是发射到了月球们那个太空上面去的，是收集太空垃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这一个的嫦娥四号卫星呢就是我们夏里大学的作品。然后的话呢还有这个汽车工程，汽车工程其实 Coventry 真的是非常棒，但是其实呢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夏里大学的汽车工程也是非常棒的，因为它有自己的 F1 Formula 赛车队。就是我当时去参观 Surrey 大学的时候呢，我看到大学的大学生他们自己在做这个赛车，真的就是用来开的赛车，不是模型啊，所以的话是非常棒。就是说他们会除了知道这一些的theoretical 的知识以外呢，他们还会自己去动手做这个。然后的话呢，就是人类营养学 nutrition， 还有就是 food science， 这两个的话呢，也是今年排名全英国第一。那么原因也是拿了奖，这个奖呢是叫做女王周年奖。对的，那么这个奖项在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颁发的。那么学生这个大学呢，它是在营养学这一个方面是拿到了这个奖项，所以也是一跃变成了英国 top one 的一个专业。最后呢，通讯工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闹得很大的华为 5G 对吧？华为的 5G 研发中心在英国的就是在夏里大学里面。全球它应该是只有两个研发中心的，一个在东京，一个是在夏里大学里面。所以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一个通讯巨头它对于夏里大学的一个信任，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就是觉得它的专业度是非常高的，所以选择了跟夏里大学合作。那么这里呢，我们有几个，有五个专业都是用这个粗体标出来了，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硕士预科可以衔接的，其他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都是我们本科预科可以衔接，那么粗体的呢是硕士预科也是可以衔接的。 OK，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夏里大学的一个面貌，这个是它的 Surrey Lake，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学生都是可以在旁边这个草地barbecue 啊，或者是玩玩啊，晒晒太阳啊，是非常棒的。这个是校园里面。OK，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新合作的合作大学阿伯丁大学，这个可能大家推的会比夏里比较多一些，因为它的排名比较好，然后也是比夏里大学在中国学生的一个认知里面比较出名的。那我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阿伯丁这个地方。那么它有23万的人口，有1/6呢都是外来的人口，所以它的国际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那么阿伯丁的当地人其实还蛮欢迎一些其他地方来的人的，因为他们的老年化非常严重，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年轻人或者一些心血来到他们的城市。那么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了。那么
可以看得到，虽然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北方，而且是英国非常北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气温是非常暖和的，因为它是一个 coastal area，它是在一个沿海的地方，所以呢，它的气温温度平均是6到20度，非常温暖。就是说，它的英国的北方跟中国的北方不一样，不会说突然就很冷，突然就很热，没有这样子的。OK，那么关于这个大学的话呢，世界排名172，在英国是排名26，那么历史很悠久了，已经是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生方面呢，有14500名的学生，其中只有500名是中国学生，人数上来说是非常少的。但是会不会因为中国学生少，而我们对他的支持也比较少呢？首先，读我们预科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因为都是国际学生嘛。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有很多学长学姐，其实他们都会，有自己组成一些，中国学生的团体社团，比方说，写毛笔字的一些社团 societies，或者是说，周末他们会组团出去玩呐，这样子，所以的话，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照顾学生的。OK，有老师也看到了，教育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对的，就是阿伯丁非常的不错一个教育。那么他的工科、医学、法学还有管理，还有刚刚老师说到的一个教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基本上来说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学校啦。不同的一些专业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他最出名的当然都是他的石油排名第二名。OK，石油城市，对的，所以的话，它的石油非常的好。OK，那么我们看完这个大学的话呢，看一看我们的学习中心。首先呢，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在标黄的这个地图上标黄的这个地方，是在它整个 campus 的中心，有很多不同的 faculties 还有 buildings 围绕着它，所以的话呢，学生不会感觉被流放。我们的学习中心其实。讲到这里也讲一下，就是我们的16个合作大学呢，一般来说学生都是在校园里面读书的，除了两个学校，一个是考文垂，因为我们在伦敦的校区，另外一个呢是利兹，因为利兹刚才有讲过，它有自己本校的一个本域，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本域学生或者国际大一的学生是在它旁边的那个大学利兹贝克特 （Leeds Beckett） 里面读书的。对的，因为我们也有跟 Leeds Beckett 合作做这个项目，只是说我们推的比较少一些，所以的话呢，学生这两个学校，一个 Coventry，一个利兹，他们是不会在本校读书的。I mean 本域或者国际大一这一段时间，当然如果他们升到了这个本科或者硕士呢，还是会回到原校的。是这样子。那么其他的所有14所大学全部都是在校园里面读书的。英国学校和专业排名主要看哪些机构的榜单？英国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看的Times，但是 Times 其实水分真的非常高，它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排名。所以的话呢，有些人就会说看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或者是看 The Guardian，这两个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我自己。读书的时候的经验，还有我现在做了这个行业之后的经验，告诉我所有的排名都是有水分的，包括 QS 排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去仔细研究一下这一些排名榜单后面的每一个小的 elements，你会看到其实它的排名就怎么讲，它后面算分的那些 elements，首先有一个是 investment，这个是最大水分的，就是说学生只要这个学校它建了一个新的教学楼。或者是他建了一些宿舍，他的那个 investment 多了以后呢，他整个排名会跳上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research，如果说这个学校他做很多 research 的话呢，他的排名也会比较高。但是问题是呢，英国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负债的。如果说他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放在了 research 上面的话呢，他给到学生的一些资源会相对来说减少了。所以的话呢，
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要看排名，还是说真正的去看这一个的，一个学校当中他自己的一些好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是叫做 TEF， 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这一个的话呢，是纯粹的一个看教育质量的一个排名。那么这个就不会有任何关于 research 做的多不多啊，或者是说这个 investment 多不多啊，或者是刚刚有老师讲到的学生评价，这一个都不看，只看他的教育质量，就是说他的老师是从哪里毕业的，他的老师的一个质量是怎么样的，完完全全是看这种。还有就是说给到学生的一个教育的设备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 TEF。OK， 那么讲到这个 TEF 呢，也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我们有两所学校，三所吧，至少三所学校它的 TEF 都是拿了金奖的。这个 framework 它是有分金银铜，那么金银铜以外呢，它也是会有不同的排名。我们的排名全英国第一的一个 TEF 的学校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合作院校，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一个，我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来就是揭晓这个答案了。 OK， 我们回来阿伯丁。那么这个国际学校呢，阿伯丁这个校园它距离市中心的一个步行的距离是20分钟。如果说学生来读我们的预科项目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保证他住宿的，就是说因为基本上你读预科或者国际大一的话一年来到英国嘛，所以的话呢我们会保证学生有校内的住宿，或者是说靠近学校的住宿，希望他不需要自己出去找地方住这样子的。那么然后呢，入读 ISC 之后，入读我们预科之后，它的学位学费是不会变化的。意思是说因为英国的一个学费是每一年都会有增长，几百镑啊，或者甚至到1000镑啊左右都会有增长的。那么学生其实往后只要他后一年毕业，迟一年申请或者迟一年去入读的话呢，他就会要相对来说交更多的学费。但是呢我们只要学生来了我们预科，比如说他今年9月份入读预科，他现在看到的之后本科的一个学位是多少就是交多少，之后就算他的学费有就是改变的话呢，都不会影响到这一个的学生。那么刚刚有讲到，就是苏格兰虽然是4年制的一个本科，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谈下来跟英格兰是一样的，3年完成本科。OK， 课程设置方面的话呢，我们有五个不一样的课程设置。那么首先呢就是本科预科，我们在阿伯丁是叫1+3，因为像刚才说的一年本预3年本科，所以是1+3的一个项目。然后的话呢就是本预里面衔接医学的，它是1+3+2，简单来说就是一年本预3年本科再加2年的一个实习。它的临床实习是在斯里兰卡，对的，斯里兰卡进行的。那么大家可能会很有疑问，我在英国读的医科干嘛要去斯里兰卡实习，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很多人会觉得很怪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有学生问到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跟他们说，就是首先这个英国的一个医疗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所以说如果学生真正在英国需要用到自己的一些知识的时间不多，他可以依靠仪器。但是如果说他去到一些 developing countries 的话呢，像比如说斯里兰卡的话，他的医疗设备或者是仪器并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先进，也没有这么的完整。所以说如果学生去到斯里兰卡的话呢，他很多时候都是真的要用到自己的医疗知识。那么就可以说万一以后他紧急要救人了，他没有这些仪器的时候，或者仪器坏掉的时候，
他不会坐在那儿，他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助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斯里兰卡的一个原因。这个不是我们选择，这个是阿伯丁大学的一个配备，对的。所以的话，大家可以这么去跟学生就是解释一下。然后刚才呢，有老师问到医学这个中途需不需要考什么特别的考试或者面试，入读之前可能是需要面试的，但是这个都要看 admission 最后的决定。那么如果中途考试的话，一般来说没有，就是大学里面其实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课程，当然是需要考试的。如果说它这个本科里面呢，它需要你在 clinical practice 之前考一个什么证的话呢，那它也会去跟你说清楚。这个的话，老师们可以上到阿伯丁大学的官网去看一下。然后的话呢，就是国际大二的课程，简单就是国际大一，只是换了个名字。一进去的时候读的就是国际大二，然后衔接大三、大四，就是说大一是直接跳过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本科预科加国际大二二加二的一个项目。这种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给到一些可能基础打得不是太好的学生。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学生，他读完了本预，他没有信心可以直接衔接阿伯丁大学的大二的话呢，他可以选择多读一年我们 study group 的项目国际大二，然后再衔接阿伯丁的大三大四。这一个的项目二加二呢，只有阿伯丁大学是有的。那么比方说英语基础打得不好，他没有信心听得懂课的，或者是说他的基础课学得不够多，他想再学一下基础课的，那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一个二加二的项目。那么这一个呢，还有一个这个项目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接受中专生、职高的学生，或者还有一个是技校的学生。这三类的学生呢，我们这个二加二的项目都是可以接的，只要七十分的均分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硕预我们阿伯丁也有，但是呢要下半年才会公布，现在暂时我们还没有开设出来。 OK， 最后的话呢，看一下我们这个，稍等哦。这个是我们的本预可以衔接的方向，有金融、商业管理类、商科类的，或者是工程类的。那么工程可以看到，我们也有这个石油啊、天然气研究这一种，它非常好的一些专业都可以衔接。然后生命科学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动物行为学啊、体育科学，这个很多学生都会想要找到的一些专业，或者基因学啊、海洋生物学等等。然后人文社科的话呢，也有一些人类学啊、历史、艺术史啊这一类的一些衔接。那么除了本预是比较多以外呢，其他像刚刚说到的国际大二，还有这个本预加国际大二的一些课程的话呢，只有商科类的是可以衔接的。 OK， 那么基本上来说呢，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有国际大一，有本科预科，也有这个硕士预科的一些衔接。只要学生完成高二，我们就可以接受，有学校可以接受这一个的学生。那么如果说学生最近高考分数出来了，他觉得自己考不到他自己想去的学校呢，我们会建议学生尽早就出去读书了，不要再慢慢想啊，或者是由于因为去国外读书，我相信各位老师都非常清楚，肯定是越早越好的，因为他适应能力会比较强一些。那么学生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国际大一，这样子的话呢，他也是可以早一年毕业，但是衔接的专业还有就是这个学校的选择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就会省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硕士预科可以衔接很多种类不同的学生，背景比较特殊的学生，所以如果有疑难杂症的时候呢，都可以先参考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学校可以衔接。对的，那么今天的培训呢就到这里为止，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 TEF 金奖的一个学校，大家有猜到是哪一个学校吗？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就是我们的哈德斯菲尔德 Huddersfield， 就是刚才说到150,000一年可以完成学，所以可以交完学费和生活费的这个学校，排名呢在英国是65，在全世界是500以后，
但是它的教育质量是最好的，因为呢，它里面的所有老师都是博士级别，对的，所以说你任何一个在里面的教课老师，他都是一个博士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个教育质量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有老师提问说 SCEO 项目接受内测吗？不好意思，我们暂时先不接受内测。对的，因为要签证嘛，我们需要学生达到签证要求，所以暂时没有内测。嗯，阿伯丁医学最后两年的一个 practice 学费是不是跟之前一样？这个稍等一下啊，我先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应该是不一样的。稍等我找一找哦。我先 stop sharing screen， 所以大家可以有问题继续提问，但是这个 screen 就先不 share 了。